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是邻居家打这个后院的地基，这个水泥化地那个后院，不放钢筋，你看这个水泥里头这个管道，你在外面抽的，你直接看不下去。这个很快的，用半个小时就解。然后我就带了一些面包啊，到这个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公园里面来喂这个大雁，成群结队的这个大雁在这里，饿得不行了，然后抢着面包吃，因为平时他们就，当然也有眷人喂的。我是早上来，他们这个大家都非常饥饿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